道。好，距离耶诞节呢，其实剩不到两个礼拜的。国内知名的入口网站，它就票选全台湾最受欢迎、最浪漫的十大耶诞景点，结果新北耶诞城拿下第一。今年的新北耶诞活动，大手笔的请来了谢金燕、林俊杰，还有 Jolie、小猪这一些天王天后来开唱，果然人气高涨。不要再叫了，叫声的姐姐，我只是放空，也是没有不行。电影女神谢金燕场上劲歌热舞，台下民众更是嗨到爆。这还没完，姐姐林俊杰又唱又跳，担任新北耶诞演唱会的第二场压轴来宾，同样让歌迷如痴如醉。新北耶诞城今年大手笔请来天王天后助阵，果然让人气高涨。外加号称亚洲最高的圣诞树，上头还有卡哇伊的圣诞老公公在耶诞树爬上爬下，让新北耶诞城高居网路票选最浪漫的耶诞景点第一名，足足抢下了将近15000票。镜头转到高雄，梦时代的烟火绚烂壮观，总是成为南台湾情侣共度耶诞的第一选择，也被网友选为最浪漫耶诞景点的第二名。其他入选最浪漫的景点包括台中的晴美圣诞村、高雄的玫瑰圣母堂，还有新北市的碧潭，东海大学的圣诞舞会也名列其中，当然也少不了壮观的101夜景。全台湾各地热热闹闹，要陪大家一起度过一年一度的圣诞佳节。东山新闻生活中心在新北市报道。